烧青那天他们特别坏，他们最后可能是导演那天就让我拍最后一条啊，他们想让我，因为知道这是我最后一镜头，想让我演得过瘾，然后他们一直没有喊咔，那我就一直在那拍，一直在那拍，我就一直打枪打枪，哇，烟反应什么，后来他们一直不喊咔，我就自赢了。后来他们就一时半会儿就慢慢的大家全都围过来围着我鼓掌。大家都来了、哎、大家都下来了就每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每一张感觉要与你分开的那种眼神，但是大家又对你种种的不舍，晚上踏踏实实睡好吧，眼睛里都充满了这种泪水的爱意。后来我看到每个人的面孔之后，我那一刻我就想说话、啊、我全都顶住了，我全都说不出来。哎，说好不哭的，我只能憋在那儿，我只有眼泪去代替了我所有。每一个战友他们都帮过你，都是好兄弟，后来突然要分开，你就挺难受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